在迷人的香水，灵魂大的一些也像是你，心内暗惊喜嘛带着心虚味，我疼真侪不是你，啊心爱的心爱的，如今你是在哪里，啊我酒醉我心醉，我犹原会记起你的头毛，如今甘犹原犹原遐尼美。啊，心爱的心爱的，如今你是在哪里？啊，我酒醉我心醉，我犹原会记咱的足迹。永远想起你的头毛，注定甘犹原犹原遐尼美。好，首先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盛腾。我是欧，你的基本功夫还不错哦。啊，你的这个声骚啦、登音啦，拢真水，你声音袂歹哦。我给你小小的建议，就是讲副歌的部分 B 段，你可以再大胆的唱，因为你既然副歌是唱两摆，你唱两摆，你要那制作出伊的层次，较水嘞，较水亏嘞，你就是要放开一点。哦，莫弄安尼那么的小心，你两遍都很小心，我觉得这样子就层次做不出来，很可惜啦。哦，但是我非常的喜欢你的歌声，我会再给你一个建议，就是说你副歌开始唱，情绪比较满的时候，你的呼吸声音太大了，你要转换唱腔共鸣，你的唱腔共鸣够五块麦啊哩，去跟老师请教，免那呼吸当中唔是。不是这个声，而是没有声音的，吼、哦，迄种是单点的缩开，还是无声的，哦，可以尽量的小。那个时候呢，你的歌声一唱出来会更唯美，人家不会因为你呼吸的迄个喘气声而分心了听歌的情绪，哦，这个会更加分。今天表现很不错。好，我们请建伟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盛腾。我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，所以我先讲一下啊，就是通常有人会写说我是婚礼歌手，但很少写丧礼歌手。这个我看到的时候我吓一跳，我说哎呦，这样的音色到底是一个长怎么样的音色，我就很好奇。然后看到你的样子呢，跟你的声音其实有一点反差，就是你的样子很粗犷，你的音色里面让我听到很多细的、亮的、柔的部分，所以你整首歌唱起来我觉得其实刚柔并济，是非常享受的。那不过我刚刚跟雅文老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看法，就是在给你的建议上面，老师觉得你应该再更放一点，但我反而觉得你应该试着收一点，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太放了，所以层次没有办法再上去了。如果你试着收一点的话，或许那个层次的往下的弹性可以更多，这是给你的建议。其实老师的也是一个方法，我的也是一个方法，你可以回去看看。